OK，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example five。所以这边它告诉你说呢，你有这四个 square，给你有四个 about summer，然后你有四个四个 about summer。OK，所以它告诉你说，is given that the length of the first square 是 YCM，所以第一个呢这边是 YCM，the ratio of the length of the sixth square to the first square，OK，就是第六个 square。跟第一个 square 是1:32，你会看到它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所以第六个的这个正方形，跟这第一个正方形的 length，它的那个长度，OK，是比它小32倍这样子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它叫你找 common ratio，OK，它叫你找 inverse，OK，把给这个 GP。所以你知道说第六个。OK，所以你知道说第六个是比第一个小32，或者说因为它是ratio six to first 嘛，the six square to the first square 就是第六除第一，它是等于1/32这样子。所以 T6 呢，你知道说它是 AR power 5咯，OK，然后 T1 的话就是 A，所以这边的话 A 你可以 cancel，A cancel 了过后，你可以知道说你的 R 是1/2，所以它是小一倍，再小一倍，再小一倍这样子。OK，然后他叫你说，if the sum of area of the first three square，OK，area 啊，它是用 loss，就是前面三个正方形的面积加起来是这一个。他叫你找 y，就是 y 的话，你要记得你的 y 是这一边，OK，这一边是你的 y，OK，它的长度的话是 y。Okay, 所以，如果你的长度是 y 的话，就代表说你的 area，第一个的话，这个是 A1，第一个正方形，你的 area 是 y square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正方形呢，你知道说你的 r 是1/2，r 是1/2，r 是1/2的话，第二个正方形的话的长度就是1/2y，所以你要找 area 的话就是1/2y 乘1/2y，所以它是。1/4y square，OK，然后你找第三个的话，所以你可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你的长度呢，其实先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一开始它是 y，然后过后呢，你会变成 y/2，OK，然后你再会变成是 y/4，然后 y/8这样子。OK，这一个呢的意思就是你的 r 是1/2，所以你的长度呢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你的长度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说第二个的话是 1/2y 咯，因为第二个是，所以第二个是 1/y/2，然后第三个是 y/4 嘛。OK，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1/4，1/4，所以1/4乘1/4的话就是1/16 y square，然后这三个加起来是336 over 256，所以你这边你 solve 你就可以找到说你的 y 其实是等于1，OK，你的 y 是等于1。因为 y square 是等于，所以当你看到 y square 是等于1的话呢，这边你要小心，y square 是等于1，通常我们 solve 的话，y 会等于 plus minus one，就是 positive negative 1。可是你要知道说，在这一边，你的 y 是什么？你的 y 是 length，你的 y 是长度，所以长度不可能有 negative，所以你的 y 只会拿 positive 1。OK。所以这边看到这边呢，我已经教完了你的这个第五课，所以这边还有一点练习。这一个的话有5题，你就做完这5题。还有之前的那个 recurring decimal，这边有，这边有 A、B，这边有 A、C、D，所以你做这个 A、C、D 跟下面的那5题，所以我给你大概40分钟这样子，然后过后你会。然后过后你会看到那一个 discussion 的 video post 在那个 classroom 那边。